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玉峰叔叔，欢迎收看 Labby Libby， 耶！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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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上一集的时候，我第三次遇到了可塔利，然后我又再一次把他击溃，他终于肯帮助我了。那这一集的话，我可能还是要继续来逛地图了。不过我有小小的稍微的看了一下地图，嘿嘿。稍微看一下，因为不想花太多时间在找位置。好，那我现在发现我要到最起始的这个地方，我发现这边有好多的点我都还没有去过，因为地图跟地图之间应该会有个连接点，但是我还有很多点是还没有在更新后来走过的。嗯，是这样走吗？看一下哦。应该可以上去吗？还是我要穿绿色那个？可能要穿绿色那个、哦。好，穿绿色那个。呜、哦，有个点在这哎，这边也有一个点。绿色的，怎么找不到绿色那个船点？哦，就是这个起始之声。地图的话，我决定我要到我现在其实是真的正下方有个有点咖啡咖啡的那个区域，感觉就是有一些地方没有去啊。叮哦，哦，这个地方都来过了，嗯，这感觉也是可以下去的地方。不过你怎么去？我要换这个，那我就一直压着哈。炸炸看，哦，原来这边有一瓶魔罐，我没吃过。Hello， 炸吗？炸吗？哦，这边，喂，我终于过来了。咦，是这样吗？这边还可以过去，还可以下去。嗯，可以下去的地方都是我目前过不去。然后那边魔罐也怪怪的。哦，要从下面进去，所以说往下走，看有没有机会绕得到。嗯？嗯？哦，应该是这里哦。哦，新的区域，开心。这应该可以炸。没有哎，一个被骗。哦，我到了。我力增加，不知道我的血有没有机会破千。现在血越来越多啦。我钱也是完全爆出来了，我发现我回不去了。那你应该有地方可以炸。不管，我真的回不去了。什么？传送会卡点的吗？还是有什么东西给炸？不行了，我现在只能怀疑是这里了。哦，果然，原来是这种隐藏道路啊！
真的是挺酷的，完全没料想到。啊，持续找着我手机讯号，看有没有神奇的讯号增加。哦，好多好多，那也太快乐了吧！哦，所以我右边过无法再过去了吗？这应该是有拿过。哇哇哇哇哇哇！对，我好像有拿过。感觉有地方可以过去，我怎么有这样的预感？炸！啊，一个彩蛋在这，炸！炸！跳上去，无法。哎，你乱丢炸弹哎！你是可可雅吗？上面有一个奇怪的点，嗯，嗯，神奇。等一下，不要再往前走了。立波，感觉这前面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嗯，我也感觉到这感觉是怎么一回事啊？仿佛身体在告诉我不要再前进一样，感觉很奇怪，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诶，这是一个不给过的地方，就对了。好吧，然后这就是最后的大 boss 要打的地方。有办法吗？有办法吗？似乎应该是没办法。我现在是比较好奇，是我能不能直接跳上去？好，不行。我就下去吧。几乎没有任何东西。不会吧？其实有个向上的点，嗯，哇哇哇，雪花纷飞啊！好吧，我看看哦，这里真的不能连接到那了吗？不好意思，等一下。好吧，那暂时就只能这样了。74.07%， 很像某些地方我还是有点过不太去的。嗯，好，接下来再试试看去那个红色上方那块小绿色区域。好，就是那里了。如果再没有什么方式的话，可能就要回家了，就要去做主线剧情了，找那录音组的呢。欸，不小心到了前面这个，其实我从这边可以下去了。喂，咦？欸，这是一个拿彩蛋空间，我过不去就对了。可有讯号欸，讯号在你前落，我觉得一定有东西。
场景真的不太像会是可以炸的。咦，有讯号源，真的有讯号源。这里，有了，又上来了，噔噔，生命增加，我识破千了，有讯号源总还是满的，应该消退了吧？诶，过来还是满的，还有前面还有。有了，开心，魔力增加，还有吗？还有信号源吗？果然是有些收获哦，终于连接到这里了，从这里出来，终于卖小工人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可能就要找找看。我回到拉比拉比镇了吗？没有。好，我看能不能传到上面。从左上方那个红红的地区，对，红红的，这里，空中墓地，往前走走看，哦，图书馆啊，是图书馆吗？很像是哦，一个叫我不要再前进的地方。有个很奇怪的钟声，还没到图书馆开门的时间哦。好喽，好吧，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能去的。安安。好吧，还是不能来。打退堂鼓。有没有想说这个地方很可疑的？然后都忘记了，一个是不能过去的地方，一个是图书馆也是不能过去的地方。是说究竟这些地方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我来看看有没有可能漏掉。我在想那两个红红的之间有没有可能有？有吗？红红之间。似乎没有。好，应该是没有。好，直接就到，看来回拉米拉比镇去了。拉米拉比镇 ，Go！ 我的墓地应该都没了吧？啊！还是我要去找找看丽丝，不是丽丝，伊丽丝小姐，对，伊丽丝小姐，还是我先冲了再说，因为其实我没有头绪，伊丽丝小姐到底在哪？哇，我还有那么多黑影没解，好吧，算了，伊丽丝什么的，竟然不想找我，那就算了，我就抛弃她了。你可以买一块秘密的蛋糕，还有呢，通通没了。开始找彩蛋之后，根本就不缺钱了，彩蛋超强啊！可以啊，我要来不给你买包蛋呢。还有吗？很好啊，你试试买一颗。嗨，鹿骨兽，好啊，关键来了，
不给问啊。已经找齐扳手了吗？速度很快哦，因为感觉到这一次最后一次了，我们这边也刚好重置完成。那要先休息一下，还有准备一下再开始吗？还是说已经准备好了？这次可能会比较危险哦，要好好考虑一下。Go， 管他了。最后一次吗？总觉得很紧张。你们一定要回来哦。诶，没有魅魔诶。有没有可塔利？你们是去找食物吗？竟然要那么多人帮忙呢。难得可可兔这么好心帮你们。回来后要分一点食物给可可兔哦。谢谢你们，我已经渐渐的可以跟大家正常对话了呢。没想到大家完全不怕我。虽然我很高兴大家不怕我，可是他们也太好奇了，一直问我这身体到底怎么一回事。摸我的头发已经算性骚扰了吧？但是我并不讨厌这样，因为不会再寂寞了。啊，对不起，我怎么都在说自己的事情呢、啊？你们要加油啊！我都会在这里等你们回来的。怎么感觉像要跟人生诀别了？你们在那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指？算了，还是不要乱想好了。你们要好好加油，陆咪咪这笨蛋没有你不行的啊。哦，对了，立波，要是那边有什么特别的魔力，记得带点回来给我研究啊。那么要正式进行呢，请大家准备好啊。结果沙罗不要跟我讲话吗？啊，不是沙罗啊，那个女仆叫什么？忘记了。这是终于要到了吗 ？BOSS 战第五章 ，Back to the Beginning， 回到最开始。哎，给一片黑。我们到了吗？什么都看不太到。艾妮娜这次没有睡着呢，不过有点奇怪，这次的魔力比之前强很多，可是四周却一片漆黑。好像开始可以看到东西了。哦，是医院。立波，这里很像我之前遇到麋鹿的地方。我也感觉到有很强魔力在附近，说不定麋鹿也在哦。果然是最后一次吗？主人，我们很快就会带麋鹿回去了。来到医院就没有什么好事啊。可以对话吗？无法。我发现我有这边的地图哎，为何？还是真的有来过哎。这不就是我诞生的地方吗？这不就是那个时候我醒来的地方？这些箱子还有这面镜子我都有印象、啊。艾琳娜，这样就完全确定了，也就是说，从这里往上走就是我遇到麋鹿的地方了。我们快点。不陌生的陌生地，我现在超强了、啊，拿一个锤子，跟当初小嫩逼的我完全不一样，还有各种招式，你看，帅，帅气度100分。把这些通道都打穿好了。好贱哦！我刚只是想说随便炸一下了，没想到还真的有东西。不能跳下去，哈！我刚想说我跳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所以说这里有东西吗？没有。所以说我可以回到一开始的楼层，然后往右下角走吗？对不起，我好奇心比较重一点。这样是比较快一点。OK。不行，不能玩节奏。好，好，我刚刚都摆到了，冲啦！
二楼，三楼，三楼，说不定有什么东西给炸。bang， 我怎么感觉范围特别大？这前面就是我遇到迷路的房间了。果然这个玩具房里面还有还有立波哎。咦，刚刚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白色通道，怎么突然有一间小孩子的房间？这个房间我有来到这个房间，然后之后我就在森林里面醒来了。话说迷路呢？我记得我是在这里遇见迷路的。那个人应该会在附近吧，只是令人讨厌。他不是很期待你来吗？现在又不见踪影了。我们要再往前一点吗？前面看起来还有路。嗯，有我的娃娃哎，他没发现怪怪的吗？哎，我发现电池终于快没电了哎。咦，我的手机电池，哎，有屁股锤。然后，锤子旁边那个，没有路了吗？竟然只是个小房间。咦，难道还有其他通道吗？可是魔力的来源在这个房间外面呢，怎么会没有路？那个人在捉弄我们吗？用炸的啊，自己开条路。然后这时候就是要拿出科克亚爆锤了吗？还是那个镜子？嗯？哦，其实有一点吓到，房间怎么突然变了？还有，他就是迷路吗？迷路，终于要见面了，大家都很担心你啊。哦，迷路，哦，是个可爱的妹子。等等，别忘了那个没礼貌的家伙啊，他应该在附近。点点点，没有这回事，那个人已经消失了。是吗？是吗？太好了，真的是迷路的。艾琳娜，好不容易见面了，可是为什么却感觉到你不太想见到我的样子？没有啊，我很高兴可以见到你的。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说？说谎，你从刚刚开始就待在原地，为什么？都是的。艾琳娜，你也感觉到了吗？他生命的气息很明显，有什么东西在他身上啊。而且这里也有兔子现象，果然是那个人干的好事嘛？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大家都只说艾妮娜只喜欢露米姐姐，迷路什么的根本不重要，这是真的吗？没有这回事，我之前的确只重视主人，但是迷路米也是我不可或缺少的主人哦。喂，艾妮娜，别走过去，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迷路啊。够了。迷路，我早就叫你，这多管要闲事的妖精不要来了，想不到这么烦人。什么嘛，终于认识本性了吗？既然你用别人的身体说话，你可是骗不了立波了。你去一波一波，你真的有发现吗？一直在旁边说话，妨碍我和艾妮娜，节奏都被你打乱了啦！快给我消失吧！哦，开战！金，立波，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太过分了。糟糕，起戒心了吗？都怪这凡人的妖精啊！凡人的妖精就是要接受惩罚啊！下一个就是你哦，别怪我。本来我也不想打算这样做，都是这只妖精害事情变成这样的。哎，我立波呢？哦，我立波躺在那里了。哎，我没有技能可以用了。没立波怎么办？打一波！哎，这空间也太小了吧？哪躲掉啊？一切都假的。喂，你在说什么了？烦不烦你？不行，我现在一直吃他的攻击。
哇哦！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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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 啊！呜呜呜呜！我刚没动吗？哎！哎哎哎哎！不行！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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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痛哦！喂喂！喂喂喂！太 OP 了哦！太 OP 了哦！你的攻击也太多变化了哦！哎，这个比较好躲，这个比较好躲，这真的比较好躲。哇、哦！三号哎，我到底要吃，要吃，要吃，吃好了。我靠！你干嘛捅我的招？杰克，看我的超远距离，超远距离，超远距离，超远距离。好吧，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在接近我。剩下打你。他说，他说，他说。喂，输吧，输吧，输吧。这种看起来怪恶心的，但是我觉得他攻击没有很密集，我还躲得掉。呜、哦，最后击，最后击，哦哦，哎，这种是什么？看有点帅气啊，怎么会这样？拜拜，还没死吗？我发现他没开过大招哎、欸，哇，才吸顿可超背，真是的，就算这孩子的魔力很强，用这副身体就是没办法好好运用，真讨厌。然后是鼠莱姆吗？